哎，好啊，介绍包包。可是我想要先介绍我手上的戒指，哎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小香，然后呢，这个戒指是小香很有名的 Crash。我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他们小香自己独家的一个叫做米色金，特别衬肤色，然后我每天都可以随便戴，我也可以这样戴，然后也可以这样戴。这些发想也是从韩国来的，因为你会发现他们韩系的女主角，他们手上都会戴很多戒指啊，然后甚至于脚上也会有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回到重点，我来介绍我包包里面的东西。我很喜欢这个包包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粉红色，然后它又是我最喜欢的褪料，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。首先呢，一定要讲口罩啊，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，酒精瓶上面就是 Melody 的图案。讲到 Melody 呢，就一定要讲到 Hello Kitty， 它是 AirPod Case， 好可爱哦。女生出门一定要有化妆包，一定要带一颗粉饼的、啊、口红也是小香的口红。想要裸妆系列的时候，有一点颜色的唇膏、香水，这个是 Mask Drop， 就是它可以点在这个口罩上，然后会有淡淡的香味。护唇膏也是小香。钱包，虽然这个钱包里面有零钱袋，可是我零钱喜欢另外放。然后还有家里面的钥匙，护手霜也是。好了，介绍完毕了，这就是我包包里面的东西。